今天又拿可乐果来做创意料理。今天的芹菜炒肉丝材料有猪肉、木耳、姜、芹菜、辣椒，然后就切成我们想要的模式咯。切好就是这样子，猪肉丝、芹菜段、木耳段、辣椒，先放油。这怎么样？大约这样。你只要再放。啊？有这样，等一下那个包就吸管。再多一点。好。可以了啦，先放姜丝。我又没有给镜头看。姜丝。抓你镜头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对啊，那你都拍。再放辣椒。爆香。爆香。先放蓝藻的这个。我们可以加可乐果喽。这是完成品，可以试吃喽。不要被卖了。公爷不要吃了。是啊，吼。可以啊，被卖了。会不会开啦？嗯，不会，不会啊。
拍这个已经是第四部啊，反正你要用多卡。加多一点。还回家？啊，完了，还放我放。没拜吼，你还配可乐果刚才拔出去啊？可乐果，可乐果，对吧？没有吃意大利面，创意料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在玩，想做意大利面。再吃看看。啊，那种直接吃。有拍酱料，冇拍酱料。会不会煮烹呢？会不会太辣？没问。刚好。好。你要硬配做酱呢？哎，老瓜嘞。我袂得了，我袂得了。明白吗？好，安尼鉴定 OK。